上场是印尼的帕翠西亚·吉拉尔丁。 我们看到印尼的这个帕特西亚·吉拉尔丁的整个表演是用时是1分35秒啊，整个动作流畅，但是他在这个技术难度的完成上，虽然完成，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要如何和这个王亚文来比，就是高飘度不够啊，他动作质量是5.0满分，那么他的演练水平是2.0。